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中国台网记者白若萱。2023台商台青走进来系列活动8月29号在山西太原萧何国际会议中心举行。本次活动从8月29号持续到9月1号，在山西太原、大同等地同步举办。活动以“台商进商携手打拼，助力山西转型发展”为主题。据悉，本次活动是山西近年来规模最大的对台经贸交流活动。本次系列活动由国务院台办经济局、全国台企联、山西省台办等共同主办，中央台办、国务院台办相关部门负责人、台湾岛内重要工商团体和知名企业负责人、全国台企联部分副会长及部分省市台协会长、台商台青代表等400多人，以及省直相关部门负责人、省内相关企业代表等共500余人参会。本次活动包括开幕大会、专场推介会和全国台企联内销拓展工作委员会、大健康工作委员会揭牌仪式，以及晋台农业合作交流会、晋台医药大健康产业发展合作交流会等。还将组织参会嘉宾在太原、新州等地参访考察，在大同、朔州、晋中分别举办专场推介会及项目对接等分会场活动。